怪不得现在小鲜肉的骑马戏还比不过一个和尚。要知道，徐少华不仅是《西游记》里的玉帝哥哥，更是《三国演义》里大杀四方的张辽。吕布大战张辽，攻打西门。云长，当日盟兄救弟，今日弟安能不来救兄？兄出此言，岂不为天下人所笑？我仗忠义而死，安得为天下人所笑？佛心四大皆空，贫僧沉念一绝。在九四版《三国演义》中，一共有三个阶段的张辽，前半阶段都是徐少华老师饰演，后半段则是曾经在《西游记》里饰演玉皇大帝的王卫国老师。